大家好，我是加医科医师陈佩欣。随着疫情稳定控制，指挥中心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邀请国人一起拥有防疫乐活新态度，在防疫之余也能放松享受生活。贴心提醒，防疫期间民众仍要维持个人防疫措施，例如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应佩戴口罩以及肥皂勤洗手。只要落实防疫措施，民众可以放心参与各项户外活动，例如观赏户外形态的艺文表演及体育赛事，或从事踏青、运动、旅游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共同打造安心环境，一起加入防疫新生活运动。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飙股特快车》，我是玉松，带你轻松赚大钱。今天呢，台股跌180几点，要不要害怕？真的不用怕，还在强调一遍哦，恭喜大家，你的机会来了。你问老师，你逃个派给你修修追好不好？哎，指数涨成这个样子，今天跌，开始跌而已耶。我再强调一遍哦，再讲一遍哦。火锅来这列客说，让我的飙股来当你的靠山，你别玩乐，哎。我没有跟你炫耀，我股票涨停板，我股票赶快涨停板。老师，你的股票那个涨停板呢、啊？哎、欸，拜托，我像唔知，你有看我这波我股票涨停板，你敢唔知？老师今天大跌嘞，拍谁涨停板？哦，但是我不是炫耀哦，我是要恭喜大家哦，你的机会来了。如果今天没有跌，我问各位，你怎么去布局新的股票？对不对？老师啊，哎，大家拢敢惊，拢你敢吓惊呢？大家拢敢吓惊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涨这么多要不要休息？当然要嘛！你们老是主头各位拢去，你有看过 哪一个市场是永远都在跌的吗？你有看到哪一个市场永远都在涨的吗？没有嘛，对不对？啊，去这侪袂当有困难吗？会当吗？吼，好。那这一根长黑，我可以拿这一根长黑跟你举例啊。啊，有没有？这是不是也是长黑？吼、哦，去就追哦，拉回，好，再喷出，有没有？去就追哦，拉回啊，再喷出，去就追拉回，再喷出。可以真正拉回，后面再喷出，我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免烦恼。所以今天送你两个字，免惊啦，免烦恼啦，赶快买股票。老师要买啥？我跟你讲，这样好不好？老师为什么不用担心？哎、欸，拜托哎、欸，今天是跌180几点哎、欸，为什么你还笑得出来？为什么你还恭喜我？来，因为钱多到满出来，你根本不用去管指数今天跌几点啦、啊。本来就会拉回了啦，有当时要吸收一下，休困一下，就是给你机会上车，给你机会卡位。为什么？你去想一个东西啊，有谁在管疫情有多严重的？有钱人拼命买股票啊，拼命逆势加码股票啊！哎、欸，拜托给，拜托给，外资买了几天？连买8天呐、啊，有没有？连八买哦，买了好几百亿，对不对？八大行库千亿挺台股，为什么挺台股？哦，我讲过好几百遍了，我讲了3-4个月了。公啥系各位啊、哦？全球皆加入傻钱的是什么？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资金狂潮啦！请问现在叫什么？资金狂潮啊！有史以来最恐怖的资金潮啊！你这一辈子你可能唯一只看过这么一次。那老师，以前没有吗？以前有，那个是几十年前。可是那个时候呢，钱也没那么多。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哈，我不管你几岁，你就算讲你九十岁吧，赶快啦！你这一辈子你可能看过这么多钱的时候就是这个现在的就是现在哦 right now 哦来所以呢这叫做资金狂潮有史以来最恐怖的资金狂潮全球性的资金大海啸有人给他笑整包包来五月给他笑五月我还在跟你讲这个对不对好来我们不要讲前面涨的啦我们就讲最近就好了五月底哦对不对五月底我跟你讲说这是全球性的资金大海啸有没有喷有没有喷？有没有喷？我不要跟你讲四月涨多少，五月涨多少啦，三月涨多少都不要讲，我们就讲六月份，几乎每个月都会涨啦。然后涨多就休息一下给你买了，对不对？
全球性的资金大海啸，所以你千万不要预设立场，不要因为今天跌一根长 A 你就害怕了，有没有？两个月前那根长 A 波段的最好的买点，上个月的长 A、波段的最好买点，两个月以前的长 A、拍谁波段的最佳买点，今天的长 A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明天是周末、明天礼拜五，接下来就周末，对不对？所以这两天的压力会比较重。那这两天压力比较重代表什么意思？有些人会把股票出掉啊，可是放完假回来呢，通通又买回来了，所以这两天拉回你不用怕，赶快找机会上车，这样好不好？千万不要预设立场，因为股票市场最大的风险就是预设立场。你预设立场你就赚不到钱了，你预设立场你就不敢买股票，所以你当然赚不到钱了，对不对？好，来，行情不会因为你不买就不涨，你不买别人也会买，你不赚啊，把人都一直谈一直谈谈没停，对不对？所以要不要买？当然要买啊，对不对？哎，拜托，我之前跟你讲什么？我前面跟你讲的时候，你有鸟我吗？哎，老师，你讲这闹柯林，闹柯林呐？请问你告诉我，你现在看到什么？另外一方你看到什么？哎呦，解封！哎呦，你又看到什么？台商回流！哎呦，你又看到什么？季底做账！请问你告诉我，有哪一件事情我不是事先预告的？我都在半个月前都事先跟你预告。另外，老师，你要跟我闹闹柯林？哎，我讲资金大海啸讲多久了？我讲说资金狂潮讲多久了？没有人要相信啊，有没有？可是只要你愿意看我节目，你相信我的，你去买股票全部都大赚，对不对？为什么？你去讲一个东西嘛，美国疫情不就严重的吗？结果经济数据呢，就业数据好不好？为什么它会大涨？我了事啊，可是电子盘大跌啊，甘美当休滚，你确定它一定会跌这么多吗？它是电子盘，对不对？万一没跌那么多呢？好，一样的道理哦，周末所以会有卖压，可是放完假回来会怎么样？万一就涨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的机会啦，你很多人担心，只担心，很多人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因为疫情影响到经济，可是经济有真的，你有真的像你想的说这么差吗？没有啊。来，我让你看台湾了，不要看其他国家，看台湾就好了。上市柜五月营收创下今年新高，我老是我告诉你，对不对？哎，拍谁哦？不是前面不好，现在才好哦。四月营收也是一样哦，上市柜四月营收 2.69 兆，今年新高。四月的时候公布，五月公布四月营收的时候，今年新高。六月份公布五月的营收，哎呦，是今年新高，老师来加厚。请问你告诉我，啊，如果六月又新年新高嘞？老师告柯林来，台积电五月营收年增三成，好，5000多亿，对不对？好，六月进入出货高峰，为什么进入出货高峰？瓶盖股要拉货了嘛，对不对？六月进入出货高峰，法人估营收会创新高。那请问你告诉我，六月上市柜的营收会不会再创新高？哎，拜托给，拜托给，看一拜。四月营收创新高，五月上市柜营收创新高。那、如果六月营收又创新高，会怎么样？你说指数不会涨吗？你在怕什么？啊，你说真的有可能吗？来，他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资本支出不变，营收成长不变，股东获利不变，今年所有的营收、所有的数据通通不变，代表今年一定是成长的嘛，对不对？你看，所以台积电一定好嘛？那为什么它好？瓶盖，整个为什么要下单？高通、联发科、微软、超微为什么要下单？为什么要抢产能？代表他们都很好嘛？那你就不用担心了嘛。我再让你看一项数据，全世界的数据。好，来，美国的 PMI 成长了，欧元区的 PMI 也在上升了，大陆的 PMI 飙到9年半新高，惊死人，好惊死人。所以爱要不要买股票？当然要买股票啊。那你说要买什么股票？今天全市场最弱是什么？防疫，对不对？好，来，我前面防疫大赚，我没叫你卖，我所有会员全部大赚哦，喷出你告诉人叫你买，我叫你卖，我不只叫你卖，连国光生飙了11根涨停板，我跟你讲高点到了，拜托我再讲一次哦，我是从27块、28块、27、28块推荐都还没飙哦，然后最后飙11根涨停板，我跟你讲高点到了。你谁把金花宝宝们快中这波啦？包抓包吸包小吸，对不对？来，然后呢？亚诺法跟你推荐的时候，我推荐两次啦，第一次在这里啦，然后这里又推荐啦，连续推荐两次啊，30出头连续推荐，飙到81.8，30出头连续推荐，飙到81.8。我跟你讲，高点到了。来，请问你告诉我，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你有看到这种节目吗？可是我没有，因为这高点到了，我跟你讲，落井下石，跟你讲，防疫结束了。相反，我告诉你，拉回来你可以买，为什么？因为防疫仍然是盘面的核心，但追价的风险比较高。我敢要关键的，但是我不是跟你讲说不好，而是你要利用拉回
低阶或急杀买，对不对？好，回过头来，那重点来了，防疫在休息的时候，我请你做什么事情？我叫你做什么事情？老师啊，啊，我拢怎样防疫被休困啊？啊，懂得被被啥？我有没有请你先买瓶盖股？有啦哈、哦，请问你看玉金光有没有创新高？狂飙107块，买十张赚107块。上礼拜对不对？好，请问你告诉我，这两天呢，大力光有没有在？玉金光有没有在创新高？今天又改写波段新高，请问你告诉我，最近在创新高的时候，我有跟你歌功颂德吗？你看我的股票赚多少，赚多少，有没有？我只跟你算到这里哦。为什么？包含我之前跟你讲的嘉登买十张赚71万，上面跟着保刷保息保息保息。我在5月25号跟你讲什么？获利出清，大获全胜，有来的全部都大赚，都、就是这天啦，买十张赚71万啦，买十张赚107万啦，有没有？为什么大家要跟我做？我再强调一遍，为什么大家要跟明松做？很简单，因为只有明松做到看到买到说到赚爆，包抓包吸包吸，小心啊！你谁把金花买完？买快将这包对不对？重点来了啦！防疫要休息，我跟你讲，防疫要休息，我们先买瓶盖股。好，那防疫休息完了要飙，我有没有跟你讲？我有没有点名这档股票？我有没有点名这档股票？有啦吼，你有看我这包，你用在对不对？好来。请问你告诉我，在杀到这一天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讲？如果因为这一条线是往上走，所以它会反弹，好，终于反弹了，到今天高点狂飙30%，有没有反弹30%？对不对？我知道很多人不敢买，因为老师今天跌下来，拍谁？它先涨了30%了，它已经先大涨30%了。好，重点来哦，我没有跟你讲前面哦。好，请问你告诉我，这里敢不敢买？老师啊，你涨下来，头前20几块，你20几块，我们都无买。都无卖掉，无赚到这一波，我这里就不敢买啦。对啊，我知道你不敢买啊，那怎么办？买第三波要狂飙的股票，我没跟你讲吗？我没告诉你吗？我就带你买亿威，来，我所有会员通通都有这支股票，今天亮灯涨停板，老是修哈嘛，今天大跌187点呢，赚钱真的好简单，贴掉都赚。请问你有来吗？啊，老师，你给我预告，拜托诶。我不是没跟你讲哦，我有跟你讲哦，今天再度涨停板，而且重点来了，今天是因为台股跌180几点，他才打开给你买哦。哎，拜托，换手成功，继续飙。哎，老师，你跟我讲，麻烦导播，没事啊。喂，我没事啊，我带你买这啦，我带你买这支啦，取代国光生的便宜的防疫概念股啦。来，我买这支啦，我买亿威啦。闪电千里马，小心连续涨停板。哎，老师，那叫奇怪。之前你嘛甲我讲小心连续涨停板啊，来，国光生，扫 QR code， 小心连续涨停板。下一支准备要狂喷的超级大黑马，下一支准备要狂喷的新超级黑马。为什么我要带你买亿威？请问你告诉我，有人要吗？哎，涨啊，没人买底哦。老师，没人要，没人，别人不要，我要。为什么我要买这支股票？来，请问你告诉我。是不是双线翻多？跟之前我跟你讲国光生一不一样，两线翻多起标点，两线翻多起标点。欢迎赵伟要先阿六清澈不？有没有让你看到买到说到赚到？阿六无谈，我无不懂吼，我跟你讲新超级黑马啦，赶快！现在你要买什么？你不是现在还在买恒大？恒大是第一波狂飙的那个，我都已经不讲了、欸。第二波叫什么？国光生、亚诺法有没有？盛虹这些股票，但是这些股票高点都到了，短线上震荡本来就比较大了，你说它要再喷出创新高比较难，可是你会发现怎么样，至少这些股票最近 都有飙一大段嘛，国光生啊，今天换它变强了嘛，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恒大杀下来它杀不下来？因为它是第二波的啊，它的涨幅还没那么大啊。可是回过头来哦，如果第三波的咧，这叫第三波的嘛。老师啊，哎，买第二波今天比较强一点点，可是哦，你说它要有多飙，再涨一倍可能性可能不是那么大，那没关系，我们买第三波的股票嘛，亿威嘛，我带你买亿威嘛，我带你买亿威嘛，V 像刚才你看到的嘛，无人要爱心，我叫你买嘛，对不对？我叫你买，我就买这个啦，我就买这个啦，最便宜的防疫啦，哎，拜托喂，你去看哦，现在所有防疫哦。就算以前很便宜的，现在都已经飙啊飙几十倍，甚至200-300块，对不对？你去回头去看一下，这个飙到200多块了，今天最高还200多块，对不对？你去看以前那多少钱，十几块而已耶。为什么要买第三波的股票？为什么要买第三波股票？
十几块而已啊，最便宜的防疫啊，今天再度涨停板，就跟半年前的恒大一样，我的股票就是这么飙啊！请问你告诉我，看节目好不好赚？赚钱好简单啊，只要你有来，通通赚得到啦。阿舅们，你够来，你够来啦，对不对？欸、拜托诶，这我的股票呢？哎呦，我老师真正要取代国光生啊呢，真的要取代国、欸、拜托诶，国光生怎么飙的？当时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好像真的要取代国光生了，对不对？国光生也是从很便宜二十七八块飙起来的、啊，现在六十几块，五六十块，你嘛不敢买，对不对？你唔敢买，你买十几块呀？真的要取代国光生了，有没有？换他再飙了嘛，对不对？而且重点来哦，这个你今天还买得到哦，这今天你个买得到，啊，不过啊，是这个你有真正买袂到啊，拍谁哦？这你用在，哎，有哪一个不知道的？有哪一个不知道的？我现在看哈、哦，为什么我要买新的第三波的股票？以为同样的道理哦，你现在要买新的哦，即将喷射的新超级标股，这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股票。老师，今天大跌怎么办？恭喜你，快来买这支新超级标股。都参请我跟你讲，以为今天还是涨停板，已经连续两天了，对不对？好，不是只有以为而已哦。意外你今天还买得到，今天买得到是因为台股大跌你才有机会买，换手成功继续飙。回过头来我问你，你买得到吗？你买得到吗？这你就知道，这个你一定知道啦，不用再研究了啦。下一支飙翻天啦，我就跟你讲公规霸本啦，防疫背后的大咖，接下来最强的飙股就是他，合适请你来帮我做印证好不好，你来帮我验证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讲的时候长这样子，秀西洋老师那不会飙，有没有？可是你会发现哦，它的线型跟什么？跟之前我跟你推荐国光生，即便是EV都一模一样，有没有？好，所以为什么跟你讲下一支飙翻天？来，这是隔天的、啊、哈，你青菜呗，在里边你买买贵丢了，不要紧啊，涨停板。昨天涨停板，今天再度涨停板，台股大跌照样涨停。一张都不卖，请问你告诉我你买得到吗？老师啊，今天想要买都买不到啦，排队都排不到，看免了啦。有没有涨停板？有没有涨停板？啊，为什么涨停板？请问有谁不知道的？看我这波引灾吼，下一支飙翻天，接下来最强的飙股就是它。我告诉各位，未来全市场最标的股票就是它，叫做超级火箭弹。妹妹，赶紧来，快来买这支！你看，你们老师今天你打电话机会来啊！你今麦要买啥？买一支，都买一支，即将喷射的新超级标股来。就像我最近跟你讲的 EV， 为什么买 EV？ 很简单嘛，新的嘛，新的嘛。我问各位和。合适是不是新的？合适今天第三根涨停板哦，第三支啊，对不对？为什么它会涨第三根涨停板？因为它也是新的，有没有？是不是新的？而且重点是很便宜。等来再来，接下来这一支新的股票即将喷射的新超级标股，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今天你有看了明聪的节目，你真的赚到了哦，你真正赚到哦，因为我要送给你哦，赶快打电话哦，超级火箭弹即将喷射的新超级标股，因为。防疫的超级大军，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联合索马，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没合适啦哈，今麦合一跌下来，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今天跌下来？拜托一下好不好？它涨十倍了，它已经涨十几倍了，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恒大今天跌下来？它已经涨十几倍了，那这些钱的资金它杀下来，因为代表钱跑出来了嘛。恒大的资金出来了嘛，合一的资金出来了嘛，他们的资金出来会去买什么？会去买类似这样的股票啦，会去买类似这样的股票啦。我告诉各位啦，接下来他们会买的股票就是这支啦，防疫的超级大军联合索马，它叫做超级火箭弹。今天要送给大家的股票，未来就是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你跟老师要喷到什么时候？喷就是一直喷，
超级火箭弹今天要送给大家。今天你有看到节目的易威涨停板你没赚到，何氏涨停板你没赚到，你就买这支股票，未来就是一直喷，你不用猜，就是一直喷。超级火箭弹今天送给大家，电话开通，一就是你的，免费送给你，打电话进广告。全民防疫大作战，共体时间，共度难关。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作战专线02-8512-5858，8512-5858。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顶尖团队，顶级享受，软体下载，专业研究。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8512-5858。全新的操盘策略，全新的尊荣服务，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8512-5858。涨停，涨停，又涨停，你抓住了吗？亚太国际精英团队，眼光犀利，经验老道，专业领航，强势获利。亚太国际投顾陪您拥抱财富，02-8512-5858。全民防疫大作战，共体时间，共度难关。888帮助您度过最黑暗的时刻。作战专线02-8512-5858，8512-5858。Check 每年至少测量一次，有家族病史给您注意。Change 改变生活形态，规律适度运动，均衡饮食，耳朵三少，戒掉烟与酒。Control 真患病，听医生的话，早晚量血压，抗制药达标，对抗沉默杀手，谨记血压三 C 管理。飆股特快车，欢迎再回到现场哦！如果你都还没赚到，你要赶快来利用这一次机会，恭喜你，你的机会又来了，赶快来买这支股票。老师哪一支？我都不知道要买啥，你不知道要买啥，你今天打电话来跟你分享，这样好不好？就像我前面跟你预告的亚诺法30出头，跟你推荐飙到81.8块，我不想解释了哈。就像我之前跟你推荐的国光生气27、27.8、27.28，推荐飙到69块，跟你讲高点到了啊，老师啊，你用好难呐，让那群白狼赶快弄事后才来马后炮。我问各位，跟你，我是马后炮吗？我不想解释，不是因为我没有赚，而是因为我不想要炫耀我们赚多少钱，没意义。我跟你讲，国光生气到，第第时阵到。在这啦，在这啦、啊、老师有影没影？你不要用嘴讲的呢，麻烦导播，不是啊。我周末有没有跟你分享为什么会飙？为什么台盛科今天涨停板？因为股价在季线之上嘛，多头形态嘛。我问各位，这是不是？来，国光生，超级无敌大黑马。我为什么要买这种股票？第一，它都还没涨，现在在颈线，在季线之上。请问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最好的买点？我说买在这里最安全呐、啊，买在这上安全呐、啊。国光生超级无敌大标股，小心连续喷涨停来，几乎收最低，根本没人要。请问谁会买这种股票？谁会买这种股票？你去想嘛，这个时候买什么最便宜、最安全嘛？对不对？欢迎我在讲有没有预告？我跟你讲，先在家啦，在家啦，在一期涨停板啦，然后跟你讲高点到了，然后跌到这一天的时候跟你讲要反弹了，然后弹上来了，请问廖总，你要去追吗？我这里跟你预告他要反弹了，现在换他了哈，今晚玩一样有没有？是不是整理完了又玩换他了，对不对？回过头来，请问廖总，你现在要去买这股票吗？你要买也是在这里，也不是在这里嘛，对不对？那老老师别白心啊，我刚没跟你讲，我没有叫你买这个吗？我没有叫你买这个吗？今天还是涨停板哦，我不想解释了哈、哦。今天你赶快涨停板了、哦，照样涨停板呐、啊。我不是叫你买这个吗？合一哦，拍水过程我不讲了哈、哦。今天还是涨停板，合适不是合一啊、哦，合适涨停板。
一威涨停板，我就买这个啦，我就买这啦，全部涨停板。那李仁老师接下来要买什么？接下来要买这支股票，为什么？因为它是新的超级标股。你说老师为什么恒大不会飙？因为它是旧的，新的股票才会飙啦，这叫做新的啦。所以为什么一威涨停板？请问你为什么我这礼拜跟你讲的合适为什么涨停板？因为它也是新的嘛，对不对？一样哦，即将喷射的新超级标股，它叫做超级火箭弹，准备要喷射了，即将要喷射的新超级标股。为什么要喷射？我问各位问题啦，合理好不好赚？连刷三天涨停板，你问老师为什么？防疫背后的大咖，防疫的超级大军联合索马。我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你告诉我，是不是飙完了现在是要休息了？是不是要休息了？请问是不是要休息了？这些钱赚十倍了，飙十倍，赚十倍的钱跑出来之后，他们会买什么股票？接下来他们会买的股票就是这支股票，联合防疫的超级大军，联合索马超级火箭弹，未来就是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接下来准备要狂奔的股票，今天要送给大家，只要你有看到节目的，通通 不用客气，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老师今晚买什么？买这支，未来就是一直喷的超级火箭弹，今天要送给大家，今天要送给你，只要你有来，你就赚得到，不用想太多，三个都不用想啊。你有看到这部今天打电话来就对了，电话只要拨得通，一电话只要开通，免费送给大家，打电话就可以找顺利，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